我是小耿，今天有粉丝推荐了他朋友一张酷宝地图给我来挑战挑战，听小伙伴说只有大神才可以通关哦。这个嘛，我小耿通关当然没有问题。先看看有什么类型酷宝。第一个吸血楼梯，奖励很丰富，我表示严重的怀疑，一定又是坑，不信等等瞧瞧。第二个是笨猪，也就是傻子酷宝啦。接下来还有菜鸟、新手，咦，还有小猪守护者的高手跑酷，最后就是奇奇怪怪的大神酷宝。不管怎样的难度，我相信自己都能通关的。好可怕的吸血楼梯，当然要拿下相应麦包。好嘞，出发！哎呦，好疼好疼，一路狂奔，呜，总算过来了。下一关，冰火两重天关卡，这个嘛很简单了，冲刺掉。哇塞，这重力也调得太夸张了吧，一下飞两个高哦，轻松过来。前面是机关，避无可避，那就狂跑吧。哎，好像按之前行就伤害不了了呢。弟弟，掌握一个小秘诀。哎，作者真的没骗人，有四个大宝箱。哇哦，食物宝箱，闪闪发光的香溢食物，我不贪心，拿一点点就够啦。哈哈，豪华剑拿上，豪华枪，这是不是打错字吗？应该是豪华枪吧，也能拿。最后是豪华弓，咦，怎么样子都长得一样呢？不管啦，拿上拿上，奖励真的超级丰富。下一个笨猪酷跑，直接走上去就能拿到奖励了，这真的是猪都会跑的酷跑呢。看看奖励，过期的饺子又中计了，中了笨猪。算了，继续下一个菜鸟酷跑，一个小距离的跳跃，这重力的调整下真的想失误都难，简单一跃就是三个距离，直接冲向宝箱。哎，只有五个冰砖和五个萝卜，这也太小气了吧。新手酷跑，两个距离的跳跃，这个嘛在这样的重力下根本不用冲刺哦，你看随便一跳就过来了。一路小跑，奖励又到手了。哈，这点小面包烤全鸡不够我一餐吃了，好嫌弃哦。希望高手酷跑的奖励丰盛一点。我来啦，闪耀的钻石关卡，熟悉的二段跳，我蹦，我再蹦。嘿，可恶啊，居然一直失误。哎，这什么情况啊，感觉很不对劲呢，我怎么可能一直失误嘛。嗯，不对不对，这重力调得太过了，得好好想想这重力的调试下要怎么跳呢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是用回老方法，斜的跳，不要正面跳了。我跳，嘿，成功一个。我明白了，这得要很提前跳才能冲上去哦。又成功一个了，记得提前跳再提前跳。嘿嘿，一个接着一个上来呀。呼，没想到这样的重力下二段跳更难了耶。前面是看下面方块行走，这简单嘛，按之前行键慢慢的挪过来，嘿嘿，总算拿到奖励了，能量剑喷射钩爪，不错不错。最后一个大神酷宝，这么奇怪的三段跳，感觉更像二段跳呢。通过刚才的考验，这肯定很简单了，看我的，我蹦，哇，果然一次就上来了。再一个，哦耶，掌握节奏后这二段跳也没有那么难嘛，轻松上来啦。哎，这么快就有宝箱了，好多好多的美食，可惜我背包满满的东西耶。算了，不要了，继续闯关吧。机关射线，吃块麦包，我咻。最后一关，空气二段跳，这个嘛就是凭感觉跳呗，我是小女生，感觉这方面肯定没有问题啦。你看，一个接着一个，哈哈，上来耶。前面还是空气方块，还是要小心点，按着前行键向着宝箱出发。全是武器，嗯，这次不用当熊孩子了。小伙伴们，这个图还是蛮好玩的，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来挑战挑战哦。